听好歌曲，制定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杜明修，我是王丹，王俊林。那么这次为大家带来呢是《夏洛特烦恼》的这首好听的歌。那么先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刚刚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今天的夏洛特烦恼啊的主题曲啊。今天我也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帽子，还有我们后面有一个什么天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那因为这个电影比较怀旧，但是今天这个歌呢，就是我希望呢王老师为大家来说一说他这边对这首歌在和声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编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说法，好吧。因为这个电影我当时是也是在电影院看过，然后对这首歌的印象也是比较深刻，最近也比较火嘛。然后这个歌的我弹的这个钢琴部分，这个和声可能会跟原版的有一点点变化，我就可能按我的方式来弹吧，演绎这首曲子。我希望大家能喜欢这种感觉。很多这个网友说，就是我们每一期都有一些这个，就是觉得我们这个王老师弹钢琴弹得非常帅啊，手指非常长，然后同时说我们那个王老师呢这个钢琴的这个伴奏。那么我们稍后呢，可能就是我们稍后会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后面公布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官方的微博啊，我们潮音制造和那个我们的官方微博。这次呢，我们后续会把之前我们用就是我们之前每一期这个咱们的这个歌的这个伴奏，那么也会放上去啊。这样的话，让大家呢就是可以及时的，就是可以下载，然后可以让大家呢会随时的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呀，或者唱吧里面啊，对，演绎一下。
那么王丹今天对这首歌是什么感觉？其实感觉这首歌当时听金志文唱的时候就感觉非常好听，非常感动人，然后自己其实感觉还有很多不足啊，这首歌很难唱，然后感情啊，各种感情啊，音调啊，就是各种还是王老师编曲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那么从这个下一期开始呢，我们可能会更强调一些音乐性的东西，然后呢可能会在我们的配器方面会更加丰富一些，然后会加入一些新鲜的一些元素，那么敬请大家期待。那么这一期呢，这个在12月12号晚上的7点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我们的线下的就是制定好音乐线下的活动，我的个人的作品分享会。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各位朋友呢，稍后我们的节目地址，我们的活动地址呢，就会在我们屏幕下方来显示。那么希望大家呢都能参与进来，那么敬请大家期待，谢谢大家。